电影频道将为您带来的是影视风云栏目，今天的风云大来宾会是谁呢？啊，由轻到重慢慢来的啊。2013年播出的电视剧《推拿》首次聚焦盲人推拿师这一特殊群体，展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。节目录制现场，演员们各自大秀推拿手法，不仅讲述了演绎盲人之不易，更是呼吁人们尊重这类特殊人群。他就是这样，这样看着往前走。